爸，是的，我走，才完成我安尼离开。我这一路一直足打拼，啊，不过敢那愈打拼愈唔对，一直害身躯边的人痛苦受伤。除了离开，我已经唔知影要安怎做才好。我活了足无快乐的，已经无气力阁应付所有的代志。阿伯，我是安怎？同意，伊离开啊！我真正足忝的，我想要去一个无人识识我、无人知影我做过啥物的所在，所以请原谅我的任性，莫催我。我干那想要做回去以前迄个单纯的李冬雨。你去出来好吗？冬雨，冬雨，你伫底？我知影你伫咧附近，你要走远去。我要甲你讲一个好消息，我得到出国留学的机会啊！而且我阁会使带你做伙去。你毋要烦恼钱的问题，迄拢毋是问题。你若是想要去一个无人识识你的所在，我会当带你做伙去。紫薇，你若不是伫咧骗我，就是搁摕啥物代价去换？我才知你对我这么好。冬雨，你不是一直就替我感觉到可惜？你讲我应该继续去读册，即摆得到这么好的机会，敢讲你无想要陪我做伙去？我搁会记得。咱较早有讲过，以后若是有机会，咱爱做伙出国，咱爱做伙去看卖啊外口的世界。今摆咱做伙去实现这个愿望，好无？紫薇，你莫讲讲啊！冬雨，你唔免感觉着亏欠我，你嘛唔免感觉着有负担。因为只要你伫我的身躯边，我就感觉足幸福、足快乐的。只要你伫我的身躯边，我就感觉我的人生更有意义。冬雨，你莫走好不好？你让我帮你，把较早迄个单纯的你，冬雨找倒转来好不好？冬雨，冬雨，你到底伫倒位？冬雨。冬雨，冬雨，冬雨，你伫底？紫薇，是的，我已经不是以前迄个单纯的李冬雨啊，我的心已经死一半。甲我做伙，你是找无真正幸福的。你哪会来？陈小春，冬雨敢有跟你联络？敢有回你的讯息还是电话？我甲甲伊去过所有所在拢找过啊，他们可能找无人。你干有伊来遮？你小小姑姑讲你爱李冬雨，结果呢？你一点仔警告头拢无。我问你，你毋是足有钱的，是安怎阿伯伊会改看你妈的面色？就是因为安尼，你妈唔才会用这个机会糟蹋冬雨。阁逼冬雨做你的小三，你若是真正爱冬雨，你是安怎去娶别个查某做某？你若决定要娶别人做某，你就应该放冬雨自由。结果呢？你什么代志拢无做，你阁让冬雨替你排罪。迄个时阵，冬雨欺负人、拍欺负人骂的时阵，你咧从啥？你咧从啥？哎，你安怎？你阿尊公。我拍你几拳，你就会甲欠冬雨拢还我了，是不是？你别相信我，我要让你痛苦，我要让你，逐天倒伫咧你唔甘愿娶的查某人的身躯边，继续做你妈妈的狗娘啊！刚刚你话做唔对，竟然真系冬雨，
想做动作要跟伊分手，迄个时阵我尔痛苦，一摆搁一摆叫你啊原谅，是你家己歹啥物的。今仔日终于让人逼到这个境地，你嘛有责任。不叫！我就是忘乎我家己，我感觉我家己欺笑，我才相信你会做到这么东西。根本不是的，我后阵果你跟我同款，你的心内敢若会东西，你绝对袂让伊受着委屈。我若是知影安尼，我绝对会把伊的手牵条条，我绝对袂让伊，让你这个笨蛋糟蹋。你若放手！你这样互相会尴尬，你还阁爱伊，伊的心，就永远无可能伫我遮。你妈当然已经无去啊，我的人生嘛无意义啊，我都无必要靠恁来啊。我唔管你要安怎，为着我今日就先离婚。这个手指，我嘛卖啊。再见了，你。抓你！妈，你好，伊讲，我看伊干嘛讲啥？阿伦，我拜托你。今麦跟阿奇好东西无法办离婚，好不好？我今麦跟你跪，不管你以后要安怎搞吧，搞阿妈拢无紧，也唔过拜托你，今麦咱出来去办离婚，来，跟我行。爸，弟弟，你放手！安迪，你放手好不好？你放手！我跟你离婚。你的目标搁较近啊！我真正足欢喜的呢。啊，今仔日哦，咱食饭庆祝，倒去嘞，坐坐下来。啊，今仔日这顿我请，咱三个人好好食一顿饭。怀孕，我今仔日约你出来，我就是要甲你讲，冬雨离开啊。啊？离开？什么意思啊？伊唔知走去倒位。伊敢若留一条皮给伊爸，伊讲伊过了足忝的，伊即马无法度应付所有的代志，嘛叫咱莫找伊。我打电话给伊叫伊转来。你免卡，伊手机啊关机，我已经唔知卡几落百通给伊，传讯息给伊，伊嘛拢无看。你爱对伊较有信心的。伊讲伊足忝的，无你卡伊只是出去外口散心休困一下。咱做伙带伊回来，哈！这个林美妍，伊进前差一点仔跟你害死，阁无够，起码伊挖去高艾伦那边，伊竟然连冬雨伊拢要对付，明明就是周安迪，伊家己双脚打双船，明明就是董事长夫人逼冬雨做事，结果林美妍伊竟然带人去欺负冬雨，去拍冬雨。若不是安尼，冬雨嘛袂让人逼到离开。我绝对无可能原谅林美妍。你放心啦，小白无落皮久，
林美妍伊绝对会有报应的。你回来啊，蛋姐。我有刚刚多考过，刚才是会计师证照无考到。无啦，我想要问你，你食饱未？我食袂落。那是心情不好，会当食一罐美食来疗愈心情啊！来啦，先坐啦。等下点外送，你想要食啥哦？叫你点啦，我请。真正很慢啊！我跟你讲哦，我只行来请人食饱，这机会哦真难得，你爱饱。万一若是无考到，日时我替伊求个血液预测，还是莫摕出来好啊，较免伊伤心。即摆我真正足烦恼，我个好姊妹啊，毋知个人伫倒位，敢有好好食饭，好好休困。若是因为家己个心情想歹啊，就即摆伊家己想安怎？好姊妹啊！在讲啥？我有一个好姊妹啊，感情受到伤害，即摆伊不告而别，大家拢唔知伊走去倒位，嘛唔知影是安怎才好。所以你是为着这件代志你艰苦？我即摆总算体会到。大家找不到我的心情啊！你是莫烦恼啦，阿伊拢大人大种啊，会晓照顾家己。唔知啊，阮查某人若是向感情反背，就会开始怀疑家己，否定家己。甚至认为是毋是因为家己无够好，才会造成这样伤害？那是你平常受过善良啊！我相信哦，伊后一摆出现，一定会因为过去伤害彻底改变，变成一个坚强的女性。到时阵，伊一定会当让迄个伤害伊的人，知影什么叫做女性的好笑，就成就你啊，对吧？多谢你的安慰。其实我对感情哦，个代志无啥经验。我敢是希望你的朋友莫阁受着委屈啦。我知影。对啊，这会计师证照我考掉啊。你考掉啊？啊！你想说拢无爱甲我讲啦？为着吼要庆祝你的人生重新开始，你一定要让伤害你的人好看，知无？我先来提笔了。这是，这不是我特别去求的哦，是我今日去上班的时阵哦，有经过迄文昌宫，啊，内底庙公带好。得花这个学业预售啦，应该几好哇诶！你是我重新了后头一个朋友，多谢你。你想要是哦，卖跟阮刚才讲做朋友啦，阮诶心变真大，我先来去提笔咯。我想我更加了解你啊！你的关心不是用嘴讲的，是直接做。王信汉，多谢你。